家好，今天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去过的一个甜品赛，叫 Try Bake Down。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少有一个甜品赛，我想着我下次再去的，而且这么远，基本上从悉尼过去开车要5个多小时吧，反正差不多，我感觉都已经差不多要到昆士兰的感觉了。那个我主要说一下几点吧，为什么强烈推荐这个甜品赛，原因很简单，它那边一个是它的那边海边沙子非常厚，还有就是水温特别好，它跟悉尼那边不太一样，它水温相对来说偏那个短一点，这样的话带小孩过去那边海边玩的时候是很舒服啊，他们也不会觉得冷。然后虽然说这两天有下雨的情况，但是还是不太冷，所以说这边海边真的很不错。还有就是这位我们朋友带我们去的一个就说他推荐的一个甜品赛嘛，我们没有去那个甜品赛的那个海边，但是我觉得那个甜品赛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因为它那个 view 特别好啊，那个正对着那个海边，然后早上起来，然后下午的时候会有那个日落看啊，非常漂亮。只不过这两天我们刚好去的时候是下雨天嘛，也是在第一天过去的时候才看了一下那个日落，感觉啊有点可惜。下次希望下次过去那边天气会好一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小孩子玩水的地方，开车过去很近，大概我感觉也就10分钟上下。但是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小孩子就基本上可以玩一天，水特别的清澈，而且下次我会带着那个我的，下次我会带着我的卡亚嘛一起过去，然后用那个卡亚去玩一下船也挺好的。特别是那边水浅，然后小孩子在里面就特别安全，大人相对来说就比较relax 一点啊，就没有那么紧张。如果你水深的，它也有水深的地方，它很神奇的，那边有个桥，那边就水特别深，到这边就真的是水很浅的啊，到中间的位置也就是在腰以下吧，那个感觉啊，这个肯定在我觉得。特别是夏天的时候，还有就是有小孩子家庭啊，特别适合，特别适合。而且我们计划也是下一次再去的话，最起码要安排最少3天时间，3天时间，要不是那个地方周边还是挺多，三个晚上啊，周边有挺多玩的东西，很可惜时间不太充足，没时间啊。OK， 强烈推荐。5星推荐。我们就在这里啊。他们走他们的那个赛道。这就是我们的营地啦。这边真的挺美的。然后我们前面就是厕所，还有冲凉房，这里可以洗澡，环境什么的都很漂亮。主要是前面就是海边，外面就是海边。我们最遗憾的是没有订到前面的 site， 因为这边的 site 真的是挺不好定的，要定比较前面的那种比较好的 site， 可能要提前2-3个月要定。No。行啊，这个你放在你车那里，我哎啊，还有桌子沙发吧，no，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但是你不能吃啊。哦，我踩到你尾巴了，对不起。
没事，他只是想吃东西而已。不能吃啦，亲爱的，你走吧，嗯。是个子还不矮。对啊，比我还高呢。你摸一下他头，要不要摸一下他的头？你摸一下他的头。不给你摸。去吧，去吧。啊啊！啊啊对，一定要收拾垃圾呀、啊！ouch， 拜拜，快点走啊！I mean, what is swimming pants? I say in the water backpack. 那可以，你可以啊，可以换呢，去change啊。想和你跳支舞，想我靠近一步一步。
rapper 出门买 wave 一直要没人会累 wave 买块皮最贵 wave 一直要没人会累 wave 买块皮最贵根本不 care 你们我是最强的 Asian 押韵输背了基本还是提不高你的辈分 I'm so hot 但从来没有压力这是我和你的差距我和后面开玛莎拉蒂你还在乎先拍马屁模样画技像个皱根蛋穿的画里我说哥们儿往后稍稍不是穿的像就能进这霸地 My sweat 早就甩出你八里外被见外其实不了解都得往家里带别装的那么呆板 Look around yo 他们都在喊我不在乎我做害怕带路伴害怕是为了 happy 但从来没唱过白鸡 For the cool 不做可以代币时光胜利是我们怪币 Yeah, I know what I see 像贪婪的并没有钱我们就会急 Now I'm motherking 用手这个星星饥饿的零食鼓励用音乐摇动太鼓励我闪得太光怪陆离我妈妈说我太出息笑着和你一败涂地只要没人会累 wave 买块皮最贵 wave 一直要没人会累 wave 买块皮最贵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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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ve 一直要没人会累 wave看我造型 say 哇塞 Hey bro 快过来把保险柜给打开小心打的都是美元不删的我都不看演除非不能少于五万 I'm watching you and you 想和你跳支舞想我靠近一步一步 Welcome to my wave 一直要没人会累 wave买块皮最贵 wave 一直要没人会累 wave 买块皮最贵根本不 care 你们我是最强的 Asian 押韵输背了基本还是提不高你的辈分 I'm so hot 但从来没有压力这是我和你的差距我和后面开玛莎拉蒂你还在乎先拍马屁模样画技像个皱根蛋穿的画里我说哥们儿往后稍稍不是穿的像就能进这漂亮马屁外早就甩出你妈里外香菇吗？好、嗯，好、嗯。Thank you。那您怎么来这边的？我跟你说，一个，那我能站着，背着他，他没有，他是另外一种做法。你试一下。我给你切一点。嗯。
不知道。小螃蟹了，螃蟹了！啊，你看，哇！这个螃蟹能怎么做？Could just wanna call my name.
结束了，要回家，然后现在来到这一个，以前这里是监狱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 camping site 旁边，所以我们就今天过来看一下里面怎么样，就跟他说一下，这是里面大概的位置。这个监狱也太小了吧。Corey, is pretty much the, you got 那个 giant drill, 然后那个 boy, 然后那个 drill 那个就把那个 old 那个 old 给那个放到那个 smelter, 在那个那个在那去那个 motion, 就那个一直在保留在那个在那个他们 I think it's always supposed to put into the watch, this is watch, 然后就是这个好像也是一个 mine, 可是那个 a train, 就 over there, 他们 put 那个 那个 rocks and balls inside, 然后他们那个 train 可以就Breakwater Rock 好像就这个就是一个 beach, 这是我们住的那边吗？But it's either a beach and that's a spider. At the end of the. But this is a lamp. For like a lamp. Breaking weight. Wind, wind chimes and bright. Every. This 好像就是 for 那个这个好像是 for 那个 ships. 这个也是 for 那个 ships. And all these are anchors. Well, these I think is anchors. Five weights. Do you like? 它是谁？But he might be a god or a visitor or something. 你看一下它是什么？哦。哦，这是个。我们进去看一下有什么来。哦，这是以前别人 prison 的时候，哇，睡觉的床吗？这是 toilet。然后这是。There's table there. They use this tool to escape. They use this tool to escape. Oh, wait, I think. Hey, only sleep on the ground. Hey, Daddy, come look. You know what they do? They run in here. You can do it. Look. Okay. I think that it might be.What is this? Oh wait, no, that's this one. It might be the toilet room. Hey, look, there's a kangaroo. Oh. Wait, oh my god. Why is there a kangaroo sleeping in the toilet? Yeah. Time relaxing. Can we call them? This is where they make food. Where? Oh yeah.Yeah. Or maybe they get hungry. This is like a bake house. What does that mean? But 他们就是那个 bake 那个 bread. 哦，就是饿了吗？好像是像那个，他们就是 make 那个 bread. 哦。对，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它就是一个 kitchen 嘛，对不对？ It's pretty much like just that thing. 哦。这个好像是那个 storage. 哦。今天天气非常好。There's not much stuff in here.There's a god tower. Wow. It is so good. There's a god tower. Yeah. 你玩过那个吗？帝国时代吗？玩过。
拍的。God Watch Tower。阿飞，你的屁股很性感。嗯。哎，你在干嘛呢？上啊。It's actually pretty good up there. Being over there. 哇，这个 view 绝了。Could've sworn